哇，这个谢谢谢谢蒙诺丽莎的微笑哇！今天呢，这个我们这个好看爬爬照啊，是特别辛苦。我一路上啊，满身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走那个山路，你知道吗？哇！不过这个来到了我们海拔1200公尺，大雪山啊、哦，所以是还蛮兴奋的。谢谢大家陆续进来。哇，让各位知道哈，我们这个农夫啊，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一面呐、啊，哦，是，然后的话呢，不敢走啊，因为我不会开车啊，张经理开啊，哎呦，我看那旁边都是悬崖，我会害怕，你知道，我就是害怕，哦，这旁边是悬崖啦，悬崖峭壁这样子啊、哦，对呀、啊。然后今天很高兴呢，目睹到了我们大雪山田氏王子。其实从呢现在开始到12月，是我们贵宾呢吃田氏的好时间呐、啊。哦啊，当你在吃田氏啊，田氏该怎么吃哈、哦？哇，这个今天透过好看爬爬照，也会呢提供呢给大家最棒的啊、哦、最棒的这个优惠的这个价格。然后我们有那个一对那个。玉皮靴也帮我带过来哈、哦，是我们大家慢慢的来谈，哇，2个小时啊，我们呢这个田氏王子呢，他们家的田氏呢，哦，老师拿几个给各位看，哇，对，因为讲田氏应该有田氏在旁边哦，是，哇，田氏在这儿有没有？哇，各位，这个就是田氏。而且呢，这里的话是海拔1200公尺大雪山哈、哦，这个的话是日本的田氏啊、哦，日本的啊、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拍照啊，你水当当有没有？哇！而且你们知道吗？田氏呢，我刚才哦，这个有到水果摊去问，你们可以做个参考哦。其实田氏算是比较贵重的水果啊、哦，它的田氏礼盒啊、哦。老师告诉你，这个目前的田氏呢，1公斤是150元哦。它田氏礼盒8颗是899，所以平均这样一颗，对不对？一颗就大概要100元了哦。这个是我们在呢这个哦市场哦，你买的田氏礼盒哦。那如果呢您过年过节，对不对？哇，送一盒田氏礼盒给左邻右舍，给长辈。哇，给他呢吃甜柿，甜甜满满的哦，那个也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水果了哈、哦。好，来谢谢我们的张任君，大家好，好看爬爬照，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哈、哦，探雪老师做节目就是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哇，哈哈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好，不用说。真的哈、哦，对啦，这个我这个跋山涉水啊，今天呢这一集啊是来最高的啊、哦，1200公尺，还好呢我们张成书啊，成书他们这边有 WiFi 啦，没有根本就没办法，啊来这边手机根本都没办法，哦手机都没通啦、啊，哦我要用这里的 WiFi 跟各位做节目，来谢谢。我们的 boyfriend， 你们好，是。带那个我之前公司的朋友来这边烤肉啊。然后各位如果有关于任何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这个是帽子，待会我们会带各位去看田氏园。哇，然后要到田氏园怕晒黑，要戴个帽子。哦，谢谢 guest， 你进来 ，nice to meet you 啊、哦，是。谢谢谢谢我们的张任君啊、哦，好看爬爬照呢，也欢迎呢社会大众呢热情的推荐啊、哦，最好的地方、最特殊的人啊、哦，让我们呢节目来采访。那汤丽娟老师呢，将呢这个好看爬爬照我们推荐的地方啊、哦，告诉社会大众，增长各位的知识啦啊、哦，然后也可以交交好朋友。那今天9月29号呢，我来到我们的大雪山，1200公尺高度的大雪山啊、哦，为你访问的是我们张成书，啊、哦，张成书，
我们的这个大雪山田氏网址，张成书啊，工长张，诚诚实的诚，然后书的话是啊书香弟子的书啊，也是呢，从去年10月16号，老师呢来到 UP 公司哈、哦，哇，跑最高的地方啊、哦，在大雪山，这样大家知道了吗？谢谢，谢谢你们哈、哦，好。感谢。他 要下去采，因为他这边用好，要先去采一下那个状况。好啊，可以啊，那你要啊，就现在去采就对了。对。好。主公那边可能有的地方网络可能收。对，网络可能就会收不到。我看，那您给我，哎，你在我旁边，我给你借个3-5分钟，先跟大家问候一声。哦好。哦，阿、啊、你去采，然后我就跟着你。好。啊，然后呢？对。我如果。网络没有的，我就不再跟，我就在那附近这样子，对对，好不好？应该很多地方对啊，好啊，对 啊，我们就能够看到您采的情况。哦、哇，来啊，这个是麦克风、哦，哇，谢谢啦。来，我们呢，大家来见见我们这位啊，这个叫做大雪山哈、哦，这个田氏王子，你好，你好、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哇，大家好，哇。你中餐自己煮哈？对啊，他们随便煮而已啦。他们很特别哦，在地上啊，你拔一拔，我说拔那个是什么？叫龙须菜。龙须菜采起来，然后烫一烫就可以吃了。啊、就是上次喷药就很久啊，柿子也是现在也要采熟了，所以就是不太会喷药，所以这边的农产品自己有在把关，所以自己把关。哇，所以是安全，对不对？嗯、而且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张成书哈、哦、也是大学生哈、哦，是哪里毕业？你有大学毕业吗？毕业很久了啦，我知道你是大学毕业啊。哦、来，来一个大学毕业。彰化的大业大学。大业大学那时候主修什么？哦，那时候是念分子生物学系啊。哦，分子生物学系，这个还蛮特别的。对。对分子生物学系。对。啊，这个分子生物学系跟现在在种我们呢？日本的田氏有没有什么关联性？诶、欸，也一样，都是生物啊，对，都是做这个植物这样子，对啊。哦，还是有点相关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哇，那能不能请问我们大雪山哈田氏王子啊，就是什么情况之下呢？那你会回到故乡来，然后呢，跟这一片大雪山在一起，然后来种田氏，当时是什么情况？就是原本在外面上班，啊就是哦、外面上班哈、哦，薪水没有那么好啊。反正家里也有田，那我爸爸就跟我说，反正家里也有家产，就不如就回家做自己的果园，做自己的事业这样子。是，对、啊、那你也是很乖嘛，你也愿意嘛？哪一年回来的？哎，2013年。2013，今年2017，对不对？2013，哦，所以大概4年了，就对了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4年回来哈、哦，哇。回来这边大雪山唯一的弱点，我有这边好处很多，但是有缺点，就是比较远而已、啊。不是这里没有女人啊？哦，这里是没有、啊，这里只有小狗而已、啊，都没有美女，你知道吗？有野生动物啦。你好，郭淑清老师，你好。对啊，我到1200公尺，郭淑清老师哈、哦，她是我们全球唯一认证的女技工。哦、他我们也去采访过他、嗯、郭老师你学习到 UP 来好不好，谢谢麻烦你，所以这是唯一的弱点，就没有女人，没有 woman、哦、对啊，那你的终身大是怎么棒一点吗？你不是在大雪山1200公尺然后刚好掉一个美女下来，这不可能嘛，对不 对, 对，所以、哦、我是透过今天、哦嗯、这个我们的直播节目，一方面也跟大家介绍你这个人，嗯、一方面也介绍你们家的田氏、嗯、我们这颗比较漂亮哦，这颗比较漂亮对我来讲每一颗都在树叶啦，在树叶啊，在当 A 呢，你比较有概念，你拿看、嗯、这样一颗大概多重了、啊、这一颗、哦啊、大概多少量、欸、大概是10两左右，哇，大概10两左右、哦嗯、所以一斤是16两、啊、对啊，所以一公斤大概2颗而已啊，就超过了嘛，两颗、欸、会超过1斤哦，2颗就超过了，那今年的价格一斤大概卖多少？一斤的话像这样子是1斤100多块，对啊，1斤100多块，所以这样一颗也将近要上百块差不多嘛、
诶，大颗一点就有了，那、啊、这个还没有了，对啊、大概、大概70多块、80多块的。哦，这样子，因为我是这样，我刚才哈、哦、在那个水果商呢、啊，因为当然你们这边卖的比较便宜，对，我到水果商他跟我讲哦，就是因为我就问他，他一公斤150元，因为小贩一定他中间还要再赚一点，所以小贩那边会比较便宜，他的价格一定会比较高，这一定的啦。啊，我们跑到1200公尺。观众朋友又不能跑上来1200公尺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然后的话呢，他们八颗的礼盒就快899。啊，你呢？你的礼盒是装几颗？你不是这边也有礼盒？我的礼盒大概装15颗啊。哦，你礼盒装15颗，能不能我看一下那礼盒长怎么样吧？有吗？有礼盒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装啊。没关系，那个盒子我们看一下。哦，你的礼盒可以装到15颗啊。因为我装比较小颗，没有装。哦，大概这么大吧。哦，也不少，我哦，这个也蛮大的呢，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把它装满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哇，现在是还没有。对，大会我们采的还对呀、啊，今天采的还我们到时候弄一个样本，你看啊、哦，我们的是一定帮你装满，你要拍我就，到时候我会装一个给我们看嘛，哈、哦，好啊，下山的时候，来我们看，那我们这样一起拍好了，好拍这样子哟。我先看这边的，嗯。谢谢，哎，各位啊，各位，啊，我们好看爸爸照的贵宾，哇，我们呢是这样一箱哦，大概可以装到15颗给你，因为它这个很大啦，外面那个8颗哈、哦，899哈、哦，大概这里的一半呐、啊，不一样啊，哎，那我问你，你长期比较知道哈、哦，这个大雪山呢，我们的日本田氏这样子去栽培，对不 对？大概多少油脂？哦，大概。记宅急便的话大概120，好，宅急便大概120嘛，齁，好，来，我们线上的贵宾，哇，我们目前已经有209位了，这边有我们的人数在这，好，225，大家陆续进来，齁，好看宝宝照呢，汤炫老师来到大雪山，哦，见到我们田氏王子张成书，对不 对？好，成书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你知道吗？他们如果送 UB 可以换我们一盒我们的、日本田氏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吗？你要讲话，这田氏是你的，你都不讲话，我不敢呢，我不敢送。可以。你确定可以哈、嗯？好，来各位贵宾哦，我大家告诉大家，你们呢没有 UB 的赶快去换，保证让你物超所值啦！今天真的哈、哦。你看到节目，因为其实我们做节目基本上哈、哦，就是说能够回馈给大家，嗯、啊，我们做节目嘛，嗯、对不对？本身的话呢，就是说把好的东西啊推广给观众这样子，好、嗯哦，好，那就这么大盒，然后我再耽误你呢，1分钟就行了，因为我知道你很忙哈、哦，我把这个画面就让您知道，哎，我们可以先拍个照，我怕待会哈、哦，没时间拍，哦妈妈，321，哦。好，再一张，321。好棒哦，对呀、啊，其实我们很多都美女级的、嗯、哦。这个啊、张成书比较喜欢怎么样的女孩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件事？哎，没有。都没有想过就对了，只要善良就好。对。对不对？善良。可是对你可能要主动一点吧，没有主动，你都在大雪山怎么有机会啊？对不对？能不能告诉我们观众朋友，你的名字怎么写？诶，弓长张。弓长张。诚实的诚。诚实的诚。书本的书。好，张成书啊，这边的人都怎么叫你？我叫阿叔。阿叔，叫你不要赌博，赌博就输了。对，因为你有个叔，不要赌博，对呀、啊。没办法去赌博。好，然后买赌博哈。然后的话，你第一次接受我们直播采访吗？第一次，以前有没有采访过？没有，我不知道这个直播是怎么样。好，来，我没有共看，没有看过啦啊、哦！这个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力量很大的啊、哦！我跟您介绍，我们公司叫 UP， 对不对啊、哦？然后呢，我们收看人数呢就会一直增加，我们目前已经251。通常我们都会上千人呢、啊，哦，现场帮我们收看，嗯、这个绝对没问题。嗯，哦，就是看的人数。在第二个呢，这边呢是一个什么？这边是一个呢，317万，有没有？1348。你要这个数目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
这个就是观众、哦、送给我们的 UB 啦，因为我们公司叫 Upper 嘛，所以观众喜欢我们，对不对、嗯、或者是他们待会呢喜欢我们的这个甜柿礼盒、嗯、他们也是会送 UB、哦、他送 UB 送出来，对不对，就是礼物，那我们这个数目就会一直动一直动、嗯、这样了解吗、哦、所以我先把这个数目记下来，然后呢这个数目之后多的都是今天我们所募到的所收到的礼物、哦、嘿嘿啊，这个礼物就代表什么，代表我们的人气、哦、这样你了解吗、嗯、因为今天你是来宾嘛、嗯、礼物收的越多我们人气越好、嗯、了解不、嗯嗯、还有拄到狗牛啊，哎呦，或者是富婆看到你啊、哦、有下面都上力你知道那就是代表超人气、哦、这样你可以了解吗、嗯哦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数目你帮我念一下，我记一下。317-1348 齁、哦、好、嗯、这个是第二个。来第三个呢就是呢他们的颜色。名字前面都有颜色有没有，我们看呢陈杰有没有 guest 有没有、哦、林奕哲、哦嗯、这个颜色代表他们的消费力啦。那你猜猜看齁、哦嗯、消费力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我们 UP 公司送礼物多跟少啊，这个颜色就可以知道，你猜猜看，有红色跟粉红色、嗯、你觉得哪一个颜色送的礼物比较多？红色吧。哦，非常的好，那你很聪明，为什么？你红色感觉就是比较红，应该比较显眼，应该是送比较多吧。哎、非常的好，这个是标准答案哈。跟柿子一样，也是越红哦，越红越红嫩，嗯、对不对啊？那这对对 对, 对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多的大户还没有进来。我们大户的话就是蓝色跟紫色。哦。让你知道蓝色跟紫色。嗯。好、哦，那是超级大户。大概蓝色、紫色在我们公司大概都有花台币50万以上。才能够得到这种颜色、哦、所以我们当主播对不对、嗯哦、如果说大户进来我们都是要唱歌要欢乐要赞叹、要赞叹、哎、对对对赞叹师傅那我今天穿紫色的、啊、哦，那好棒哦那我们希望今天赞叹师傅能够让我们今天、哦、可以收到不错的这个礼物、哦、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做节目、哦、其实都这样子了、哦、我们上电视就是比收视率嘛对 你对我应该不陌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通灵倩老师。通灵倩，字还蛮大的、哦、第一次看到我本人吗？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看到吗？电视上面看到，电视媒体吗？因为我们在电视，我们比的是收视率啦，你也知道。对，那我在电视有收视率天王、哦、有台湾综艺之宝的雅浩。哦，对啊，现在呢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大陆发展了、嗯嗯、所以这家 Upper 呢，也是我们的大陆公司。对，哦，让您知道。但是呢我们呢这个节目对不对、嗯、好 Upper 呢他们看什么他们看的就是我们可以收到多少 UB、嗯、来帮我打分数就对了、哦、这样你了解所以当主持人也很辛苦你知道、啊哦、所以会请我们的来宾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样子、嗯嗯嗯哦、感谢你然后再来是他的名字有没有那名字的话、哦、他们有的用代号、哦嗯、有的不是用本名啦用代号啦像哦、德克斯特你好欢迎进来哇林佑哲你好 guest、哦、然后他们有的人会特别留话、哦、留话所以这个是属于互动式的啦互动式的电视、哦、平时的电视你看主持人不知道你对对对你也没有办法跟主持人沟通、嗯啊、但是我们直播电视呢就是什么样就是可以直接沟通就是、哦、他就是可以你就可以跟他互动是就跟他互动、哦、谢谢然后另外这一台是什么这一台是 FB FB 的话呢也在录影、哦、FB 我是知道、你知道、嗯、那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对不对、哦、我们会在呢这个网路呢我们会一直连播、哦、所以你如果回去要看你自己、哦、看你自己多帅对不对、嗯、你回去、哦、可以看那个 Facebook 就有、哦、然后呢我今天还会帮你做两则新闻新闻呢会在 YouTube 这样了解吗、哦嗯嗯哦、因为我本身为什么会做新闻因为我本身也是记者、嗯、了解不、哦、所以你的甜柿多好吃多好吃我现在不好说我没吃到、哦、呵呵吃完再说了我们对对对我们要比较实在、嗯欸、因为我好歹也是个明星嘛我不能乱说话 对,、啊、对不 对, 对,、哦、对, 对, 对而且
我们这个做节目都有在录音的，而且你知道现在观众哦很爱爆料，哎，你知不知道那个爆料的好多哦，就是说我如果讲的话没有照做，他们马上去爆料，你了解啊，那妈仔两个都上报纸，不要是啊，好恐怖，所以我们讲的一定会照做，这样大家了不了解，各位贵宾，所以我们呢今天要进行，对不对，那个盒子哈，我们要进行呢，就是对，就是礼盒啊、哦，我们这个礼盒啊、哦，就是这么大盒，这么我们就是这么大盒哦。你们拍照了没？哦，我们这么大盒，你收到就这么大盒，不会缩小，不会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们里面要放多少颗柿子？15颗，15颗就是15颗，对，不会少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少的话，你们去爆料。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们讲话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好、哦。然后为了呢，证明我们的真诚，我们这边也要拍个照片。哦，他这个可以现场拍，哎呀，好棒哦，拍起来，然后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节目呢有带了一份呢，这个算是我的学生捐的，我的学生是这一位，这一位是谁你知道吗？哦，吴宗宪，吴宗宪宪哥，你知道哈？嗯，来，这个是宪哥代言的捷德珠宝缅甸翡翠玉貔貅。我们这边有准备了一对，你知道貔貅有什么功能？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听过貔貅这种辟邪？对，玉可以辟邪。嗯，那貔貅帮我们招财守财、哦，这刚好是一对。哈、哦，黑色盒子是公的，公的是招财。那可以赶猴子吗？我这边有猴子比较多。可以赶猴子吗？因为这边比较多猴子会踩柿子，真的，真的伤脑筋。哎、欸，那你可以用电啊！你知道我看有的人用电啊，有吗？有没有电猴子？有啊，又有用猴子。猴子它动作那么快，电它不到，一下就跑掉了。那你们用什么赶？哎、欸，可以问人家怎么赶猴子啦。这个是赶恶魔啦，因为它是辟邪啦。哦、可是猴子不是邪灵啦，所以这个就没办法。好，你先接没关系。没有，这是闹钟。哦，闹钟哦，哇，闹钟哦，要工作了。好，叫你去工作哈。我一分钟把它结束。这一对，因为我哈、哦、一定要给你看，因为这个带过来哈、哦，你有可能呢把它这个留在这边，我让你知道这一对哈、哦嗯。然后最后一分钟，但是你不要有压力啦，我们大家努力，但是你不要有压力啊、哦嗯。老师呢，就是请问你，因为我们目前对不对啊、我们呢？所收到的礼物是317万，对不对？1348。对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我们啊、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两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哦，我们这样子来算，台币呢，一块台币换2块 U 币啦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哈、嗯哦，我们讲的都是 U 币就对了。嗯。U 币你换成台币就是除以二就是台币。嗯嗯嗯。这样你了解吗？哈、嗯哦，我了解哈。哦谢谢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请教我们陈叔啊、我们大雪山田氏王子啊、陈叔，你今天呢两个小时对不对？那你要发愿呢，帮汤轩老师呢募到多少 U 币呢？由你来讲。由我来讲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因为你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呐、啊。但是你就是也不要你不要有压力，大家在一起交个朋友，花戏。你了解吗？他、有一个目标，我们来努力。啊、如果达不到，达不到的话，我们就不收播，就一直给他拼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拼哦。哦，对，或者是呢，陈叔，你也可以用你的名义帮我们送，这都可以。反正只要呢有心，对不对？一定可以达到啦。嗯，对对对。对，那你自己想说哈、哦、，UB 呢？你想给自己定多少？今天2000可以吗？2000 UB 是不是、嗯、好啊没关系啊我刚才讲过啊2000 UB 所以换成台币就是1000台币嘛是不是对对对对行好那我们就2000 UB 哈来那我们加2000 UB 对不对、嗯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达到多少317万3348这样、哦、对不对对对 对, 对好就达到这个就可以了哈哇那你有没有信心知道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怕什么？你有这么好的礼盒在这里，还怕这么大盒几颗？15颗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啦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帅哥，对不对？大雪山田氏王子一定可以的啦。好、嗯哦，好，那你们先告诉我们观众朋友哈、哦，你待会要去哪里？要做什么事？我等一下去果园采柿子。你要去采柿，一个人去采就对，一个人去。
老师也要一起下去采吗？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只要不要有危险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还戴手套哎。哎，我不晓得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割伤呢？不会啦，有真的、啊，采柿子不会割伤，因为我没有采过，我也很想去试试看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不用戴这个手套、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怕受伤啦、啊哦，因为我也是细皮嫩肉的、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我自己都准备好的，你知道？我在想说，采柿子会不会割伤？所以哦，你看就是这样子、哦，你们都没有戴手套啊？你们怎么采？就这样直接采哦？哎，我们有带剪刀了，就是剪刀，看你多带一支剪刀啊，我跟着你，我试试看呢、啊。啊，只是我们先到可以直播的，因为我边采要边给观众看呢、啊。对，好不好？我先剪给你看，因为不然怕那个有的还没有熟的。好，你教我们啊，我们也把这个画面给观众朋友看，因为我们很难得的到大雪山呢，1200呢，对、啊，1200公尺很辛苦呢。车程开了多久啊？哦，我觉得。车程大概一个小时吧。嗯，从台中市来。台中市，对，还好。我觉得车程是还好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危险度我真的是怕。哦。因为你们旁边都是悬崖，我看那个路那么窄，然后还有遇到一个车，有没有忽然撞过来，吓死我了。看很快。哦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讲说都没车，我们往上，他往下。不要害怕，习惯就好了。我就是没习惯，我就是在紧张啊，你知无？我给他做这一集，我冒着生命的危险。好，那好就拜托您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您带队，你带我们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，谢谢啊、哦。你因为你知道网络可能到哪边嘛，哈、哦，太多应该就没有网络了嘛。对。啊，你就帮我们先在比较近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就麻烦您哈、哦，来，啊，你剪刀帮我们都带一下哈。哦哟，来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在呢，我们呢，大雪山，我们的田氏王子张成书哦，他们的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？公寮。公寮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可是你们楼上还是有房间的、哦、有，可以睡觉。还是可以睡觉啦，哦。哇，我们看看，而且还有地下室呢。那老师要不要先吹？好啊，你帮我用。哦，你帮我用，哇，这样很专业，对不对？很专业，哇，你帮老师用一下，很专业，哦，好，哇，你看一下，来，我们拍一张呀，帮我们拍一张，给你这支，是，好，谢谢，哇，好，谢谢，好看这边哦，一二三张 ，OK， 是，哇，我们要来新的体验哈、哦。我们陈姐今天呢，这个送给你们的田氏，对不对？老师都是这样辛苦去捡来的，你们知道？拍你头，拍你头安尼。哦，拍你头，对啊。那我给我炸遮呢？哎，一般你就直接晒太阳，有没有？我有戴啦，我的帽子比较。你的帽子呢？没关系，我今天没有，没关系。真的哈、哦？对。是。刚刚来这边。没关系。嗯、放去哪了？在这里、啊哦、在这里面。你的篮子也要带。要啊，要带。哇！所以我们采柿子其实都是手工这样采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这边还没有那么先进啊。是。没、哦、啊，你还开这个车这样子、哦哦？对。好厉害哦。对啊。还有来重车。搬运车。哦，搬运车啊，我也是第一次。这个就是柿子了，大家有看到哈、哦？这个就是柿子。你先走没关系，我拍一下景。
灯笼果啦，有的可以吃。灯笼果，对对对。哦哦，这可以吃吗？对，我找一下。这个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样子就可以吃。哦哦哦哦，这样子可以吃。敢吃吗？敢吃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哦，叫灯笼果哈。嗯，衣服穿。好，我待会吃。哦，这灯笼果这种水果就对了。对啊。哇。甜甜酸酸吗？还是？哦，甜甜酸酸。嗯，好吃。你这边给我们看一下灯笼果，我给你拍个照。哦，它是外面的这个灯笼。嗯，很像灯笼果哦。你们这边都自己这样子，自己生产的啊，这种野生的。野生的灯笼果。对，很可爱。外面有这个啦，就像灯笼一样，它是在里面这样子。啊，很像灯笼，有没有？因为外面有这个，有这个。对啊，里面这个才是果实。哇，陈姐有没有感受得到？哦，这灯笼果，哇，好吃。谢谢，它是好吃的灯笼果。其实呢，我们呢在大都市，对不对？来到我们大雪山呢，哇，其实的话也蛮舒服的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这边很多。我们呢，陈叔呢要带各位啊、哦、来去看，哇，他们怎么样的啊、哦、来采这个柿子？哇，你看整片的柿子园哦，好壮观哦，有没有？有。要看到怎样摘，要看你去过去拍他摘。好，看他怎么。你怎么去判断？哦，要包要包，他现在要包。这个没有包到哦。哦，没有包到哦。哦。人力有毛病，对，自己加钱。啊，是。还一包。哦。他怎么包？我们看一下呢，我们陈叔怎么样包哦？他把那个柿子包起来，没有的话怕虫会咬。哦，果蝇会叮的，就前后包的。哦，哦，电视机把它定一下，对，每一根都要包。哦，用电视机这样。它现在要踩到每一根，这样子拆下来这样。哦，踩的话，它可以踩。对，那你把它踩下来，它就不会没有走到那个地方。对。一看就知道了，这样一看就哦哦哦，这样一看就知道了，一看这个还没熟。对啊，哦，这个还不能吃啊。哦，所以现在下去找。好。找有熟的。哇，振华，潘立倩老师哎，我已经在大雪山1200公尺了。吴振华，哇，这里的柿子是日本的甜柿哦。老师告诉你哦，日本甜柿。很高档的水果哎，一颗呢都是上百块哦，他们都好大颗哦，大概一颗呢都有将近呢10两哦，哇，振华说哇，很壮观哈、哦，这也是我们好看爬爬照啊，跑最高的地方，1200公尺。哇，老师做节目超用心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来体验，哇，我们呢，农夫的生活，哎，那个怎么会掉下来啊？太重了，断掉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啊，那个如果还没有熟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就坏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可以吃吗？还是不能吃？可能还不够熟了。啊，不够熟你怎么办？你把它放着会不会变熟？没有办法，就还不够熟。哦，就只能这样子，因为它掉下来了。哦哦哦，哎，所以你就常常要来巡视嘛，你如果没有巡视，你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啊，哇！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，是我们的大雪山的甜柿王子哦。
色的。哎、那个是线，这个是越南的，你知道，这是越南拿回来的。啊、我们有时候会到国外去直播，这是越南直播。哦、是啊，是。这样子讯号还收得到吗？现在还有还有。目前还 OK， 因为我怕等下到下面那边就收没了，没有的话我就到有收得到的地方就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有。田氏其实不是很高哎、欸，你说树吗？树，因为我们有矮化，哦，有矮化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这田氏树要长到这么大棵的话，要好几年。像它要像这种的有接过之后，哦，这样子这是第三年了、啊，你看这样子一年两，哦，你们都这样看就知道就对了。对啊哦，那像那样子的话，其实要好几年了。哦，好几年哦。对啊。那你在一颗田氏的话，哈，这样子可以，这个生产果实可以生产几年啊？那就不能再生了。果树的话是不要死掉，可以一直结果，可以结很久。但是比较常是有的地方种久了，那个根有问题啊，那个柿子树就这样子就死掉了。这样子哈。对啊。对啊，果农们真的好辛苦哦。我们今天好看宝宝照呢，送 UB 呢，我们要换呢我们的田氏礼盒，我们的礼盒呢，老师跟各位讲哦，是15颗是不是？刚才说几颗？15颗的哦，15颗。来，各位，一颗是7两的，对，一颗7两的哈、哦，15颗，跟你有15颗，一颗7两，这个15颗呢，你们在外面买的话，你们去外面问问看哈、哦。15颗最少了哦，最少你都要。这里的话是大雪山，田氏礼盒是我们的日本的田氏。来，各位好朋友，你们注意听哦。这个断掉了。我们亲爱的朋友，来，我们十月复法，你好，要不要吃田氏？要不要田氏礼盒？看一下老师在1200公尺的大雪山，好不容易访问到的呢，对啊，是我们的这个田氏王子，大雪山田氏王子，啊、哦，我们的张成书，像这个就有熟了，哇，来，而且我们这个哈、哦、是最棒的、最新鲜的田氏哦，哇，好漂亮，哎，这边我们给他拍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拍一下照片，哎，这好漂亮哦，就有的有，哇。谢谢，我们再拍张3、2、1，我们的田氏王子跟他们的田氏，来，十月复法你好，哇，来，各位，15颗对不对？我们一个礼盒这样子，来，老师跟你们讲，今天呢含油脂哈、哦，老师直接帮你们寄，只要送出 UB 1500，就拿到呢我们呢15颗礼盒田氏一大盒。好不好？1500U 啊、哦，1500U 里面含油脂。好，来，我们呢，这个大雪山日本田氏，哇，这个要争取的朋友，请这个在我们节目，我们节目呢，从了一点为各位做到3点，啊、哦，我们做2个小时，损失的，对啊，像这个。这个就不行了，就对了。因为还不够熟，它枝条就断掉了。断掉就不行了。对，因为那个就是之前太重，是不是？太重啊，这个枝条太脆弱就断掉了。哦，有时候会这样子，就对了。对啊、哇哇，所以你看一下哈、哦，我们张成书呢，哦，我们阿书啊，他很专业啦。各位，哦，汤立祥老师目前呢所在的位置，哦，就是我们的。田氏园有没有？这个十月复法你好，我们15颗田氏礼盒，大家告诉大家，好看宝宝照，只要捐出1500U 啊、哦，老师呢就帮你们寄一盒到你府上给你啊、哦。我们愿意支持的贵宾啊、哦，这个有2颗有送，也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哇，那个也好漂亮哦，哎、对啊，真的呢吼。老师要采吗？好、啊，体验看看啊！我跟你讲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好、哦，反正你就这样把它剪嘛，对不
对不对？对，我来拍啦，我刚我就不采了，因为我拿这个手机。好啊，对了。对，但是我来拍一下这个画面。好好好。三二一，我再一张哈、哦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哟，哎，那我想请问你呢，你最多一天对不对？啊，采几个小时？我采到差不多黄昏就要下去，还要包装啊。哦，因为要马上包装是不是？对，箱子还不能够出礼盒啊，还要包装啊。是，回去还要包装。对啊。哦哦哦。对啊。哇，所以的话，从现在开始采，大概采到什么时候就采光了？你说季节吗？对，在我们这边的，我差不多采到十一月中左右就采完了。十月中就采完了，就这样。十一月中，哎，那你采完了就没事做啦、啊？采完。要下肥料了哦，就准备明年的这样子了。对啊，下肥料，然后要修剪枝条啊。哦，要修剪枝条。有的时候草长了要除草啊，然后要喷药啊。哦，除草喷药施肥、啊、还是要做施肥。对啊。哦，不会没事做就对、不会了，不会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泡妞？你这样怎么泡妞？就对不对？缘分就对了。对啦，哎，我们今天线上的姑娘哦，张成书，如果你喜欢跟她交朋友的话。潘炫老师为你搭起友谊的桥梁，哎，这地都是他们家的呢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知道这么好的男人？我跟你讲，有田有地耶，对不对？那他整天都在山里面，也不会随便去看年轻的妹妹，对不对？那多好，这种男人要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哦，多好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哈？我们这个大雪山日本田氏会这么有名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是从日本那边引进来的，是啊，因为它、哦、跟台湾的那种要脱色的软柿子比较不一样啊，它在树上就脱色了，采下来就可以直接鲜食了，不用再另外脱色这样子。哦，脱色很麻烦哦，就是像台湾的田氏脱色的话，就还要用那个剪头这样子啊。哦，哎，有用剪头的话，就吃柿子就。不可以喝酒啊，像田氏就吃柿子的话，这个就可以喝，跟就可以喝酒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啦。对对对。哦哦，因为我们吃日本的田氏是可以喝酒的，主要是因为它是自然的，没有经过脱色这种处理就对了。对。哦，了解。哇，哎，你们家那田氏哈，你们这一大片大概有多少？你们的地有多大？好，多少棵柿子树吗？哎，好吧，多少棵？你先跟我们说，大概多少棵？大概有800多棵。800多棵。对。啊，那个占地多大？占地大概一甲三。一甲三哈、哦。嗯。哇，那你说猴子喜欢吃甜柿，怎么没有看到猴子呢？它是在另外一边，那边就收讯，应该有的地方收讯。哦哦，有些地方这边还不敢来就对了啦。哦。这边没有，这边算是比较。人比较常来的地方，哦，那个比较边缘的地方，他真的会给你吃甜柿哦，他给你偷吃哦，会啊，会啊。哎呦，那你看过猴子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处理？我有放那个炮会赶他啊。啊，怎么炮是什么意思？类似大声的鞭炮，老师等一下要听吗？棒棒棒，对，那你什么时候会放呢？什么时候会放鞭炮？就是傍晚或是猴子有来的时候，因为最近。他之前有来啊，我有绑小狗在园子旁边呢、啊。对，啊，猴子就没有来了，所以我最近就没有放了。哦，这样子啊、哦。对啊，有时候邻居会放，还蛮大声的。哦哦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，你们这里都知道哈、哦。对啊。哦，原来是猴子啊。对啊。所以猴子一点都不可爱吧？看人呐、啊。对你们来讲呢？对我们来讲是没有那么可爱啊。哎呦哎、欸。那我问你，那他吃会不会挑熟的，还是他都吃？他就一直踩。哦，都很浪费呢。对啊，因为他踩了之后吃一吃，看这边又有一个痕了，然后他又再踩，就一直踩。根本就没吃完，就给你咬一口两口这样哦、喔啊。对啊。哎呦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啊，不知道洗衣服，不小心要吃给他吃什么，吃一颗就吃饱了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他是这样子啊，哦，哎，所以你每天都是要这样子巡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成熟的时候啊，其他的时候的话就是除草啦、啊嗯。了解。就是那你一个月月休几天呢、啊？你月休几天？哦，你如果要休息，一个月休30天也是可以。我知道，对你们自己的事业，那你实际上呢？你实际上有没有休？哎。
有啦，但是 不长啦，就是看果园比较空闲的时候就有休息。哦，那像我昨天就是还要去外面上课了。哦，去学东西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看一下我们张成说好乖好认真哦。哇，哎，那你说800棵哈、嗯，你平均多久会巡一趟啊？这样子巡一趟？如果有像这个时间呢，这样多久要巡一趟？就每天会来巡啊。800棵会巡完吗？会啊，会啊，可以啊，800棵可以巡完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有一直在看，大概2-3天就看完了。真的啊？那、啊、如果有在找人来看，更快啊。哦哦，就是这样子，那个洞给他看一下。对啊，就眼睛。瞄一下，对 啊主要是看那个红度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红啊就硬的啊啦。对，因为现在刚开始采吼，还没有全部都很红啦，是，所以要挑啊。到后面就根本全部都红了，就不必挑了，就都红了。对，就可以全部剪了。现在是因为有的、哦、像那样子绿绿的，像那个有的这样子，你看那样子绿绿的，绿绿的一看就知道不 OK。对啊，这个一看就知道了。对啊，那个就没有熟啊。哦哦，是这样。那依你的判断了、哦，假设像绿绿的，对，要变成红要几天？这个、你认为要几天？像这个要可能还要再一个月。哦，再一个月呀、啊？对啊。哦哦哦，还在一个月。对啊，就、哦、看它这个树的状况啊，还有它那个红的程度也不一样。哦。哇，就这些是很专业的工作哈、哦，我们看看我们的啊，张成书，哇，他做的好熟练哦，是，我们各位好看拍照的朋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田氏的树了啊、哦，日本的田氏，哎，你们家种田是种几年啦、啊？嗯，84年一直种，种到现在种。哦，那你们种了22年呢、欸？对啊。哎，那以往都是你爸爸在做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你爸爸现在90%把他交棒给你了？啊，他就大部分都是放给我了啊，有时候就是会让我去外面跟他一起开怪手。你爸爸在开怪手？对啊。开怪手在什么？就譬如说做工程这样子。哇，所以你爸爸自己有工作，他也在开怪手。对。那你们家又在种田事，是不是？对。哇，你们家好认真哦！我以为你爸爸已经退休了。哦，没有，他还在劳碌命。劳碌命。对。对，你赶快娶个媳妇儿啦，让他哦，让他做阿公了，他就可以退休了。坏了啦！像哦，今天长得蛮英俊的啊，还好啦。哎、欸，那你说你以前哦，对，在社会上工作，对，家人觉得说薪水没有很高，能不能知道你以前的工作做什么？哦，生物科技公司哦，放这个，嘿，生物科技公司。哦，啊，他们给你薪水多少？哦，之前那时候是27,000块，大概27,000。对。所以家人觉得不高就对了。对啊。他如果多高的话，家人就不让你回来种农。其实也是家里有田啦、啊，然后就是也有田就回来家里，不然也是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生呢、啊。哎、啊，有没有人做就对了，所以也是要有人做嘛，对不对？这颗落果。对，那个落果，我等一下把它收掉。嗯。那你就把它每天当成在运动啊。对啊，每天都在山上运动。是啊，难怪你的身材那么好。没有办法。你有没有特别去什么健身房？哦，以前大学会有去的，啊，现在的话就是偶尔会去。健身房那个有老师教这样子，哦，教一下，教那个做那个塔巴塔这样子，哦，塔巴塔那种，啊，或者是偶尔上一下瑜伽这样子，嗯，是，其实你每天在那边跑来跑去就是在健身啊，哦，对啦，那个是劳动跟运动又不一样，是，哇，这是空气比较好了，好山好水，
的确啦，而且你没有觉得很棒，就是自己的土地哈，然后站在自己的土地那种有一种成就感，就比较踏实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毕竟现在要有土地也不容易耶。山上这边是比较没有人要来这样子。哦，我一直在想哦，其实大都市的人还蛮向往这种的。可是山上的有的人又蛮向往大都市那种比较热闹啦。啊，对啊，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弄一个团哈，然后呢，他们来这边，一方面来这边体会一下我们田四园，然后呢来这边，哦，这个直接买田四回去，嗯，这样是不是有票房？哦，也是可以的。啊，哎，那你自己吃不吃田四啊？会啊。你爱不爱吃？喜欢吃？一开始还蛮爱吃，但是好鱼每天采，那个稍微有坏掉就一直吃。哦，后来是还好啦，还好，因为你每天吃，还算喜欢吃，但是因为一直吃，有时候吃太多了会有点腻。哎，我知道这难免的啦。对啊，稍微有点坏掉了就赶快吃啦，不要浪费。对啊，就像煮牛肉面的，他虽然说也很喜欢吃牛肉，可是你一直吃，总不能一天三餐都一直吃牛肉面，吃到后来会有点腻了。这个是事实啦，啊、这个是事实啊。我们十月不凡，你好，我张立倩老师，哇，我们今天好特别的经验哈，各位，哇，大家看一下呢，汤立倩老师在大雪山，1200公尺啊、哦，哇，给大家看一下呢，我们美丽的田四园，今天为你访问的呢，是我们的大雪山田四王子张成书哈、哦，也谢谢成书哈、哦，这个带着我们啊、哦，来到呢他们家的田四园。来，让我们看呢现场的情况哈、哦。软掉了？没有，软掉了。太熟了。对啊，这个也可以直接吃啊。很甜啊。对啊。哎，那个怎么会那么红啊？那个怎么会红到、啊、这个？有点快，就是太熟了。哦哦，太熟了，是这样子。哦，你吃很甜吗？很甜。嗯、很短是变得很短。很短啊，一吃就像。像水一样子、哦嗯、哇，所以硬的也可以变得很软。你如果放久了就会这样子。哦，放久啊，要放多久才会变这样子？看状况。那你这个为什么会变这样？你没有放很久，怎么变这样子？因为它这颗地头这边有故障。哦哦哦，是生病了，所以它就还没有等不到我去采收，它就落果。哦，落果就掉在地上，就这样子、啊。就掉在袋子里这样子。哦哦，掉在袋子里面。哦，难怪，那你每天在那边就在吃甜食。对啊，所以也还好啊。不错不错，吃甜食让你的皮肤那么好，那个很营养的。这日本甜食，日本人那么长寿，那个都是吃甜食的，挺好的。哦。我们十月复法，你好，你现在在哪个城市？有。你祖这是你们祖先种的吗？这个田是他们种的吗？还是本来就在这里？我爸爸那时候他种的，对，种的。哦，他种的。84年的时候左右种。哦，所以那时候这个地是种什么？以前是种什么？梨子，东势这边都是种高阶梨。哦，后来没有种梨子了。啊，那梨子树你们都把它砍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。啊，重新种田氏。对。哦，那为什么要改种田氏呢？种梨子。的缺点在哪里？哦，梨子的话是比较多工啦，啊，山上这边工人比较不要上来啦，哦哦，比较远啦，哦，它比较多工啦，所以你爸爸就把它改了，改做田氏。对啊，因为山上这边工人比较不要来山上，因为比较远，要多那一段路。是是哦，所以变成你爸爸有眼光啦。对啊。哦，了解。哟。在网上。好。你们这基本上还蛮好走的、啊，这个地不会很难走。
对啊，因为这边我们都有，以前都有弄成一梯一梯这样子。哦，就像梯田这样子。对。对，这个也算是开心农场。这样。开心农场。对啊。哎，你不是也在网络上卖你们的田饲吗？对。那你去年卖的情况卖多少盒？也刚才这样一盒一盒是不是？我有的是卖一整箱啊，给网络上面他们那个专门电子商务的，给他们专门卖。因为我比较没有空在那边弄那个订单这样子，给他们弄就对了。对。那去年卖的量卖多少？我这样子卖一卖，这样子有三四十万这样子。哦，你自己网络上卖大概三四十万。他们帮我卖的啦。哦，他们帮你卖的。对。啊，他们怎么跟你收服务费呢？三四十万他们抽多少？我就是要我固定讲好的价钱，就是我卖出去的时候可能一斤，7A 的一斤70块、是，然后他剩下的不管他怎么卖了，那等下你拿实的啦，卖是他的本领就对了。对啦，就看他怎么卖，随便他卖了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就让他去卖啦，网路上卖啦。对啊。这是个方法。台湾好农啊，或者是什么澳丁丁。优活农村，他们那边都有在卖，他们就网络上在卖啊。对啊，就给他们卖啊，剩下的反正我就是固定，我跟他们讲好，就是我可能一盒是多少钱。是的，那你怎么寄给他们？用邮寄给他们是不是？给他们有一个是就是好给他寄到他的仓库去啊，他们自己在分。他们自己就一大箱一大箱寄过去这样子。一大箱，因为他们在分，他们都是卖小家庭，可能3斤而已。就很小的包装这样子。是。因为一般的人可能像我刚刚一个礼盒，可能有人觉得太大。我了解。有的觉得太大，然后就3斤就是自己吃这样子可以。因为现在他们都是单身，然后就是班就2个人这样子，3斤的话比较刚好，吃完再买这样子。哦，我了解。对啊，因为柿子的话可能它不能够放太久啦，放太久怕会，因为有人喜欢吃硬的啦。你如果放太久的话就不脆了，就比较软这样子，就软了。对啊，了解哇。对啊，行啊。包装嘿，好啊。现在目前快2点，那你是预计也是3点下山嘛？对，还有一个小时。差不多，我可能还要再采，可能快3点多，因为好，今天现在采的还蛮少的。好，我们赶快去采，因为我们这边跟你讲嘛，那我们就回你的那个哈，我们先怎么回去就从这边走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待会见。好，那你给你专心工作。好，给你要专心工作，我在想一件事哈，你那边有没有摄影机？你另外一台有没有在身上？我这是没电了。哦，你的没电了是不是？好，那没有先给他工作，待会在旁边田饲员，因为他做新闻可能在田饲旁边做。我讲个5分钟那个吗？对呀、啊。对、啊。可以先关一个还是你？没关系，那在吗？因为那没有，先给他忙完好了。那我们先回去他那边，因为好像这边没有 WiFi 哈。用原来的4G好像不怎么动，好，你帮他拿上去，我们没有，这台他要放的。哦，他放的。等下载满，他要拿去车上放的。好啊，那怎么上去？你带我。看一下。好，你再怎么走？这边好像不是 WiFi。我因为已经是我们手机。对了。
等下离开要 WiFi。我再找一下灯笼果好了。所以他做的事你以前也做过吗？你也是这样子摘吗？一模一样啊。一样吗？再拿几个好了。这个等一下也可以介绍。等下也可以吃啊，这个叫灯笼果，这都熟了，真好吃。灯笼果，你还要吃吗？可以啊，把几个再洗一下，吃给观众看一下，有灯笼果。灯笼果可爱吧？让你们看一下，我摘一个还没有成熟的，待会老师再给你们做介绍喽。这很好吃，我刚刚有生吃一颗，超甜的，味道超香的。这边风景超漂亮的，让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海拔1200公尺。先帮我连好 WiFi 啊，我们啊，这个我先给你拿，一个掉了。来，帮我连他的 WiFi。哇，哇，我们线上的贵宾赖笑野、高群杰、陈妍妍、于建德，你好啊。我是通力券老师，哇！今天呢，老师呢来访问呢我们大雪山田氏王子张成书啊、哦，真的，刚才到田氏园呢一个小时呢去田氏园逛一逛，哇，才知道田氏园是长得怎么样哦，怎么样去看田氏好了没有哦，原来这是有学问的，哇！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，也会进行什么呢？进行呢，您呢送 U 币，然后呢换呢我们15颗礼盒包装的甜柿，用这个哈，这边这个啊，这个这个，好。所以呢，老师呢告诉你，这真的是大好的机会哈。然后我们来这个要加这边，好。它哪边有水？试试看这个。楼下才有水。好。Thank you.
记了。这灯笼什么？灯笼果。灯笼果。这边这边有两个啊，其实这边就有了。都比较大。都可以啊。反正来到这果园，啊，你要不要一个？我削一个给你吃，你可以洗两个。哎，你们好。你们有没有吃过灯笼果啊？嗯，这灯笼果，嗯，拍照灯笼果，哇！嗯，淑慧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。嗯，潘老师，你现在人在大雪山哦。哇，为您采访我们大雪山的田氏王子张成书，拿来看他们家的田氏哈。哇，这个淑慧在上班哈，你好，你好，祝你上班愉快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对不对？哇，你只要送出呢，我们1500U 哦，1500U 就要送你呢，这么大盒有15颗甜柿礼盒哦，外加油脂，只要1500U 哈，哦，所以呢，真的是物超所值啦。你今天如果说买到就是赚到了哦，各位贵宾。啊，如果你要好好的把握的话，你们赶快跟汤立炫老师说哦。这个你们在市场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如果没有呢，这个1500，这个你绝对买不到。今天1500U 几乎是半价优惠哈，哦，而且是大雪山的日本田氏。有需要的朋友，因为我们好看爸爸照，老师特别帮你服务。好，然后呢，老师现在来削。好，他们家的甜柿，有，哇，淑慧你要做两个班哦，哎呀，自己注意身体健康呢，不要给自己太操劳了哈，哦，淑慧你好，来，有。他们家的甜柿都好大哦，好大一颗哦。哇，老师，拿这个色桶好了。哇，你要那边削吗？哦，我在这边削。我跟观众朋友说说话。哎呦。他们这个田舍很大哈，哦，好啊，淑慧要去忙啊，你好，淑慧祝你平安哦。哇，现在呢是吃田舍哦最棒的季节了，尤其是我们呢1200公尺大雪山的田舍哦。保证物超所值哦，淑慧也谢谢你呢，谢谢你长期对唐立炫老师直播节目的支持，感谢你。哇，哇，我们看一下，一颗下起来还这么大哎，哦，郭淑七你好，郭老师你好，好，郭老师。郭老师，你要一盒是不是？好啊，我帮你服务啊。啊，你会不会到 UP 来？你那边不是有 UB 吗？赶快到 UP 来啊！总共有15颗呢，郭老师。郭老师，你学习一下啦，你学习到 UP 来。
你都没有到 up 来过，以后你也可以做直播啊，所以你这样可以学习啊。郭淑清，郭淑清老师，因为我们在 up 做的活动呢，嗯，它像这个是很碎啦，很脆。如果你比较软的，就要放久一点。那、嗯、好好吃哦，嗯，郭老师，你会不会当 up 啊？你会不会用？谢谢童志明，志明你进来哈。我们大雪山田氏王子他去采田氏了，他很认真呢。嗯，郭淑清哦，要跟那个我们老板做好朋友，好啊，我待会跟他说。来听首欢喜酒啦，哦，听听好听的音乐。宝珍你好，这是我们日本的田氏，你们好，日本的田氏。保证他今天哦 一大盒对不对，15颗台币750元而已，你要不要拿？要拿我顺便帮你带过去，15颗哦，只有外面市场的半价不到哦，大家告诉大家，15颗日本甜柿台币750元，有需要的话跟老师说，谢谢。
所以保证你一盒嘛哈，然后郭淑金老师也一盒，好，我帮你带一盒，好大盒哦，我跟你讲那么大盒哎，因为我现在在大雪山呢，才台币750哎，因为我来访问我因为我来访问他啦，所以他就是意思一下，哦，真的超值得的，好，我们。邱宝珍一盒，哇，日本的甜丝，这一盒我跟你讲，中秋节全家都可以吃，它真的很好吃哎，我吃了这一颗，不是啦，给你的是新的啦，不是我吃的这一颗啦。邱宝珍，我帮你带一盒到台中啊，哈。因为我刚刚来访问他，嗯，我妹妹在跟我开玩笑，嗯，谢谢啦，邱宝珍订了一盒哈，郭淑清老师也订一盒，啊，我们要订的朋友赶快跟通力圈老师说。你们可以用台币或用 UB 都可以， UB 就是1500 UB、哦、台币是750元、哦、可以告诉通力券，我帮你登记哦。我们就在节目当中，我们的节目呢好看爸爸照，我今天来到大雪山访问了田氏王子张成书、哦、我们节目呢从呢下午一点做到下午三点啊啊。哦哦郭淑清老师说好想赶快吃到哦，超便宜的。对啊，老师，因为我来到产地嘛，而且因为我来访问他嘛，他哪好意思拿多，他不好意思拿多。嗯，做节目嘛，大家好玩嘛。这一盒你在外面买哦，你没有1500以上你买不到的，总共有15颗。啊、真的很好吃啊，被问我说徐乃宁在录节目骂虫虫我有什么看法，因为我跟乃哥我们认识好久了，那乃哥的脾气有时候比较暴躁啦、哦、那当然骂人是不对的啦，不过虫虫也会忍耐啦，因为有时候呢，毕竟徐乃麟他是一哥嘛，对不对？那虫虫是来宾嘛，我们来宾有时候也要配合主持人，对啊，当然骂人是不对的。他们现在做那个综艺节目压力很大，就在比收视率。然后现在呢，网络也很多 MOD 还有我们直播电视也吸收了很多的观众，所以现在传统的电视节目越来越难做，那因为主持人你要负责收视率嘛，有时候情绪、哦、一来、哦、有时候就会失控了这样子。十月复法你好，我 Tony Chan， 你要不要拿一盒，要不要15颗哎，多重哦！好看，我帮你算，大概8-9公斤了，啊。大概8-9公斤，那就是15颗，8-9公斤这样。他们家的就没有很小颗了，都是大颗的，没有小颗的。
那是因为做节目服务大家啦。老师跟你讲，1500U 啊，根本没有利润啊，老师还要倒贴呢，我要倒贴油脂啊，真的。光这么重的东西，我在大雪山1200公尺，1200公尺给你带回去，我就多辛苦，你们想？十月户啊，绝对值得啦。其实你常常送 UB 给我换礼物，你换到礼物都是很棒的，因为几两啊？他刚刚跟我讲说7两、7两或8两，那刚才跟我讲，他们家的都很大啊，我拿一个给你看。他们家都很大，这不会小啊，这很大。哦，你要13两以上的、啊，我没有看呀，我不知道会看呀。那个十月户啊，他去摘那个甜柿，待会张成书来，我帮你问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想去摘甜柿。哎，你对那个重量有没有概念？没概念。他说那个十月户啊，说13两以上要多大？叫13两以上。好、哦，那边有吗？有13两以上的吗？他们大概几两？没有13两以上那么大。你试试看，因为我对重量没概念。他们这大概几两？12、3两。啊？12、3两这样子。所以十月份你常买哈。啊？这大概几两？12、13两吧。这样子啊？这么大的是这样可以吗？十月户啊，这样子你觉得可不可以？12、3两，那个刚才张经理说12、3两，因为我对重量没概念。待会我帮你问老板，他去采啦。啊、哦，对啊，这是日本的甜柿，我们做那个活动哦，大家看一下。一盒对不对？一盒有15颗，老师寄给你，只要台币750元 ，UB 1500U 就可以换一盒了。啊、哦，我们 UP 的贵宾，如果你要换的话，动作要快一点了，好不好？我登记一下。来，再听好听的歌，请您也嗨杠。
哇，谢谢！你看，这是老师的中餐哦。这么大的柿子，我吃一个就吃饱了。我目前的位置呢，在我们台中的大雪山1200公尺。那这是一个公寮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好看爬爬照，从呢下午1点到3点，为你访问的呢是我们大雪山的柿子田氏王子啊，张成书。哦，张成书哈，他也是小帅哥。那你说，哎，成书怎么不见了？他去采柿子啦，采柿子要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那今天呢，你只要呢能够呢送出1500U 啊，老师呢就寄一盒呢15个这么大盒的柿子给你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台币750块而已。这个呢，你们在市场买的话，大概就半价都还不到，哦，大家告诉大家，哇，可以吃呢，好吃的日本甜柿哦。我中餐就吃一个柿子啊，就吃饱了。来，下一首歌来听《含泪跳恰恰》。
哟，谢谢。刚才听的那首歌是《含泪跳恰恰》。你们现在收看的节目呢，是汤炫老师呢，啊，我目前呢在大雪山啊，来为您做的这一个好看啪啪照，为您访问的呢是我们大雪山田氏王子，我们的张成书啊，张成书。然后呢，我们张成书呢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也送大家呢我们的这一个田氏礼盒，哦，他自己种的了哦。其实哦，我刚才要去绕了一圈呢，很辛苦。你看他们家的田是这么大，哇！他的田氏礼盒呢，各位看一下哈，他的礼盒这么大，里面呢会给你装15颗，外面你15颗呢，你大概都要1500到2000才买得到。今天呢，我们只要在 up 对不对？您呢可以送出1500U， 送1500U。老师呢就寄一盒甜柿礼盒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送 UB 换好礼。今天给你们换的呢，就是呢我们大雪山从日本引进的甜柿礼盒哦。甜柿呢，它是一个很名贵的水果了哦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在大雪山这里呢？因为这里的甜柿特别好吃，特别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海拔很高，这里的海拔呢是1200公尺。啊，1200公尺，然后呢，这个它呢是从日本引进的啊，所以是日本的甜柿啊。那我们呢，这个啊张成书呢，他本身的话呢是大业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毕业啊，算是大学生呐、啊。他告诉老师说呢，在2013年的时候啊，他就呢回到了大雪山。哦、然后呢这个接下了爸爸的田氏园、哦、今年呢还是单身，也没有女朋友，有一点小生怕怕，有一点害羞啦，有一点 shy 的感觉、哦、SHY shy、哦、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好看宝宝照的贵宾，待会呢我们张成书回来对不对、哦、会再跟你们见个面，因为他现在去采田氏了哦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甜柿呢，如果成熟了没有采不行，它没有采的话它掉在地上就会坏掉了哦。而且现在好多人都要跟他们订甜柿，他赶快去工作哦。刚才呢我有陪他呢去采啊，不过陪一陪呢我就回来休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走太远了，没有网路，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做直播，这样子不知道 Q 圈 TV哦、你们如果呢想要得到甜柿礼盒、哦、我们在 up 只有到呢我们下午3点钟哦，还有27分哦。对，果园的时候讯号很差，没有办法哦，因为这个山上你看1200公尺，它这边的话、哦、它这里是它的那个农舍啊，它农舍因为它有 WiFi， 所以你们还可以看到节目，果园根本没有办法哦，因为果园的话1200公尺山上真的。他跟我说齁、哦、现在田氏好了对不对，最讨厌的是哪一种动物你们知不知道？十月富豪你可以知道最讨厌什么动物吗？最讨厌的是 monkey 哦， monkey， 因为 monkey 会偷吃田氏。然后我说那田氏就给他吃嘛对不对，他说不是，老师你知道吗，那个猴子哦，他吃田氏是拔一个咬一口丢掉，再拔一个咬一口丢掉，猴子是这样子诶。哇，所以呢这些果农哦真的是伤脑筋哦，这些猴子哦真的让他们很辛苦很辛苦了哦。这个是呢果农呢很无奈的地方哦。来嗨婆龙献给大家一起来欣赏。
谢谢。刚才听的这首歌呢，叫《海波龙》，我是唐丽萱老师。谢谢王丽云，丽云，谢谢你进来。丽云，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吗？猜猜看，很特别的地方。丽云，我现在在大雪山哈，大雪山的公寮里面，这是海拔1200公尺哦。啊，为什么唐丽萱老师来到大雪山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呢，好看爬爬照特别来访问我们大雪山的田氏王子张成书啊、哦，张成书。那张成书呢，他专门在大雪山，对不对？种田氏。今天呢，要送给大家的田氏礼盒，你们看一下。哇，你看这么高，哦，这么高，这个刚好可以装15颗田氏来。他们家的田氏哦，每一颗都这么漂亮，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有没有？来拍照。再一张哦，拍照。谢谢哦。来，如果呢，你们呢想要老师呢从大雪山啊、哦、帮你们拿田氏礼盒哦，总共有15颗，台币的话750而已哦。你也可以呢送 UB 1500U 哦。王丽云你好，我们这活动已经有不少的观众登记了。啊、哦，我们呢节目进行到下午3点就会收播，啊、哦，来，请大家告诉大家哈、哦，老师，你知道新竹的新埔也有种田氏吗？我不知道呢，啊、哦，因为我来到大雪山，而且我刚才亲自吃了大雪山的田氏，真的特别的甜，啊、哦，我就问了农夫，为什么这边的田氏这么甜？他说，老师，我们这边是海拔1200公尺以上。哦，原来跟天气有关呢、啊，哦，谢谢。声音太小声了，会吗？是哪里的声音小声？唐丽萱老师的声音小声吗？老师的虾应该没碎虾，干没？哦，哦，柿子干没有？没有柿子干，他们都是现摘的，天然的桶后啦。哦，他们的话卖的是新鲜的，他们是果农哦。他们不没有卖加工的，哦，他们卖的都是新鲜的田氏，这样了解吗？哇，这个田氏吃有啊，当然没问题啊、哦。来，如果你要老师呢帮你这个寄的话，哦，我们只有到下午3点才帮你们服务哦，哈、哦，要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来，汤小老师为你们唱这一首。七斤大西岗，海浪波浪，汹汹拍起阮的乱梦。亲像海鸟叫你出发，一声一声念着你的名，听到阮阵阵心痛，敢有影干水哪会干？梦中的你悠悠讲天。心爱的，不管黄昏，也是早起，阮痴情挂意，嘛拢是待世代心的你。谢谢林雅慧，谢谢。迎春纳福，谢谢你们进来。唐丽萱老师，我在大雪山。海浪波浪，英雄拍起阮的乱梦，亲像海鸟叫你出发。
一声一声念着你的名，真甲阮存存心听，敢有影甲水哪会干？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，不管黄昏，也是早起，阮痴情挂意，拢嘛是待世界心的你。谢谢，我目前呢来访问的大雪山甜柿王子张成书，要请大家吃甜柿，这是日本的甜柿哦。我们节目呢到下午三点钟会收播，希望呢拿到我们甜柿礼盒的朋友动作要快哦，请赶快告诉康丽劝老师。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，不管黄昏，也是早起，阮痴情看伊，拢嘛是待世间心的你。谢谢大家欣赏这一首呢，这个七情歹谁干啦齁，哇谢谢。然后的话在歌曲的同时呢，哇哎，这个好像是天暗的比较快齁，有点变天了，现在起雾了。哦，有点起雾了是不是？哇，我们在大雪山1200公尺啊、哦、我在大雪山啊、哦、那老师呢今天为什么来到大雪山呢？因为来访问呢我们大雪山甜柿王子张成书哦，他待会会回来跟我们大家见个面，因为他现在去采甜柿啦，他想去采甜柿，然后他的甜柿礼盒你们再看一下，这么大盒哦，哇你看一下这么大盒哦，啊、哦、总共会放15颗，放15颗知不知道？哇，对，老板还没有回来，我等他，台币750而已。哦，石淑华说多少？台币750 ，UB 1500。哦，在 UP 呢，赶快要的朋友赶快登记。啊、哦，我们登记到下午三点呐、啊，因为哦是为各位做节目啊，不是在卖东西啊。这个的话快要10公斤，很重哎。这个老师要把你哈、哦、带回台中，很累很辛苦，还要寄给你哎，很累很辛苦。不过呢，为了节目，为了酬谢大家，好，这个一颗只有将近50块而已，对呀、啊。您呢，这个在外面买对不对？你们去问问看，这一颗的话都要接近100块哦，因为他们这是大颗的甜柿哦。那今天的话，15颗，台币750元哦，就跟你们结缘哦。可以帮你选大一点的吗？因为。待会你等一下，他三点会来，十月孵化，好、哦，待会老板来，因为我对这个没概念，哦，老师帮你选大一点的，那没问题啊，可是我不晓得，我认为很大，你认为不够大，我很怕这样子啊，老师低罩杯就可以了，可是你要 F 杯，那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争议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还是等那个张成书回来啦，问他看看你要的有没有。好不好？看看有没有那个 F 杯的啦，低罩杯我知道是有啦，我有看到低罩杯啊。如果十月孵化你要 F 杯哦，我待会问一下老板有没有 F 杯啦，有的话我再答应你啦，好不好？没有到时候你收到不满意，我会很不好意思哦。看尺寸啊、有到多少啊？我就是给你看啦、啊、就是在我的手上啊，就这样子啦、啊、哦。是不是啊？哦，啊，这边也有啊。
因为我现在看的都是，我觉得是蛮大的啦，我觉得是蛮大的，对。但是你说一个大概几两，我真的没概念了，我这边也没有磅秤，我也没有办法称给你看，我这概念啦，哦，对啦，用看的不准，对啦，哦，所以我在讲说，户啊，等我们那个农夫回来啦，因为像外面天气变黑了哈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太高了，这1200公尺哦，太高了。他很快就回来，啊，回来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雪山的田氏王子，啊，哎嘛是帅哥啦，有的张成书，啊，张成书，我觉得刚才看到成书哈，我觉得蛮不简单的，他本身呢是我们大业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毕业，啊，是家里的独子嘛，然后跟我说以前在外面工作，一个月月薪是27000。他爸爸就说啊，那就回来了，家里自己的田嘛，然后呢就回来种田氏哦，是不是这样子哦？是是是，所以呢他就变成大雪山的田氏王子了，哇！然后呢种田氏也很辛苦哎，真的，我说他每天都在运动了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听说他有6块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每天都在这边。1200公尺在这边，我刚才陪着他去哦，他的田氏是包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打开看看，检查看田氏好了没有，如果没有好，要把它包起来再等，等好的时候才可以采哦。而且他本身呢，都是呢，背着那个算是竹笼，竹笼用背着竹笼哦，吼、哦。然后呢，他刚才给我一个工具，哦，我是背好玩的，我没有采。还要剪刀有没有？这样给嘎噔，给嘎噔嘎噔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这种有没有？哦，这个就是人家农夫的辛苦啦。我觉得哈、哦，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？饮水思源哦。当你呢在吃到呢1200公尺大雪山的田氏的同时，对不对？也能够呢感念呢农夫的辛苦来珍惜，你会觉得这个田氏特别好吃哦。然后呢，目前收看的节目呢是台湾万花筒啊、哦，不是，是好看爬爬照啦。我傻眼了，是好看爬爬照。来，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哦，你们都可以呢用赖跟 Tony Chan 老师说哦，老师会帮你们服务哦。这里有呢他的照片呢、啊，哦。就是张成书的照片啊、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哇，待会太太他会来哦，哇，这一张就是他的照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的小鲜肉呢？你们认为呢？哦，是是是哦，秀秀来看一下，这是张成书，哦，他有跟我说，他大概3点左右就会回来了，哦。那我们节目预定也是3点结束嘛，哈，所以我会等到他回来哦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看爬爬照，好看爬爬照也欢迎大家热情推荐呢、啊、哦。其实好玩的地方、特殊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都欢迎大家热情的推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到大雪山1200公尺的山上，现在天已经开始在黑了呢，是不是可以？好像。天气好像要变天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老师一路上来好害怕、哦、他那个路都是单行道诶，旁边就是悬崖呢，我真的很害怕诶。对啊，我说、哦、我做那个外景节目好看爬爬照哦，今天特别辛苦，特别害怕哦。啊，希望天佑 Tony Chan 老师啦哦，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。那做节目你们开心，你们想看哦，那老师呢认真的做哦，啊，我们呢是一家人 ，We are family。你要听这条什么歌？来，来，我那条袂当唱的，来，小周围，艾琳娜跟郎照，听这两首歌好了。
哇，十月富啊，喜欢甜丝哦，好棒哦。奶奶公家醉，阿公阿公嘛是烧酒的，烧酒饮落巴肚底，烧酒饮落暖暖胃。悠悠劝你一句话，唔通饮这多，就爱打拼多。人若有成功，朋友是真多；人若失败，头壳着累累。朋友煞无来找。行来拉朋友，讲这多，哈讲哈讲嘛是烧酒话，烧酒饮落巴肚底，烧酒饮落暖暖胃。朋友劝你一句话，唔通饮这多。事业就爱打拼多，人若有成功，朋友是真多；人若失败，看看着累累，朋友煞无来找。谢谢，谢谢富华，谢谢你送给汤倩老师的礼物。我目前在大雪山，谢谢富华送给老师天秤座，谢谢你。一定三年后，你煞有去无回好微信买到心挂起就放心的彩头，心买到心买到安静的人走，我猜我无猜我感情用这头，我飘飘皮无啥好，我当青春上可恼啊，无情的人分离分家老，永远叫你参无到水无老。我们谢谢富华也登记了一盒，好，恭喜富华得到15颗我们的柿子，由大雪山我们的甜柿王子所提供，谢谢。一定三年后，你煞有去无回头，真是予人想袂到，心肝亲像放心的彩头，想袂到想袂到，你会去替人走，无猜我无猜我感情用这高，我飘飘皮无啥好，五人青春上苦恼啊，无情的人分离是分家老，永远来甲你参无到水无老。谢哇！我们十月护法呢，在节目结束前呢，赶快热情的啊、哦、登记了一盒哈、哦，
哇，恭喜十月复华，我帮你登记起来哈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再告诉我们呢，今天好康爸爸照的观众朋友啊，我是通力券老师啊，老师呢现在来到我们的大雪山，海拔1200公尺，真的是挺辛苦的，而且现在外面天在黑了，我待会让你们看看外面的景色哈，真的天黑的好快哦，因为在变天了。哇，食物点整有没有？哇，告诉我们要下山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天变黑了。这个下山那个山路如果暗了太危险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那老师跟你们讲，我们最后的机会告诉你们，今天呢来到我们大雪山呢，来做这一集呢好康爬爬照，为你访问的是我们的田氏王子张成书哦。成书呢现在去采田氏，我待会呢把那个画面给你们看，很辛苦。然后呢你们听哈，它的礼盒这么大盒，这礼盒会帮你们装15颗的甜柿啊。老板的话我尽量等啊，可是天快黑了哦，我尽量等等看，因为天黑他要回来，没有怕有危险哦，因为我们甜柿王子一个人呢，一个人有点危险了，那个山上如果天黑了哦，有蛇啦啊，听说有山猪啦，还有那个什么青蛙啦，还有昆虫啦，还有猴子啊，都会攻击人的，所以有点危险哦。然后呢今天呢只要你呢在节目送出1500 UB， 还是要呢台币750元哦，老师的话呢就寄一盒给你，里面会有15颗我们呢这个日本的甜柿哦，是我们大雪山的哦，大家告诉大家。然后的话我让你看一下外面的景色哦，来我们一起看一下。因为天变黑的好快哦。是。哇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。因为天黑的话山路太危险了。其实你们在大城市可能没有觉得。来有没有看到你看哦，哇。哎，它为什么这么多雾啊？很高海拔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得到？哇，各位，你们，我拍一下这个景给你们看。有没有？你们跟老师说，老师，哇，你这样很危险呢，老师，你赶快下山。是不是？那你们看这种场景有没有？老师都会害怕哎，他这个雾一直上山的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雾气这么浓。有没有很辛苦啊？那个护法有没有感受得到？然后老板就跑到山上去摘了、欸。这个老板已经跑到山上去摘了。啊，他每天在这边，他比较不会怕。老师是会害怕的，因为老师也没这种经验，跑到这么高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所以寄给你的甜柿，它空气真的很棒，没话说啦。空气绝对是很棒 ，wonderful， 哦，这个芬多精很棒，不过好辛苦哦。你看，这全部都是甜柿园呢，你看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包起来有没有一个的？嗯，富华喜欢在山上哦。对啊，哎呦，你看它这个雾气啊，雾朦胧的，因为我们要下山，它那个山路好窄哦，是。哦，来，我们最后的机会啊、哦，要登记的朋友，我们最后的机会，哎，没有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先下山，不必等他，反正我们是在他们家那边等，大家跟他讲，因为我们那个车哈、哦，我们不熟，你知道吗？哎、啊，因为他比较习惯，他比较熟，去他家等，这样还要等很久，要等他下去呢。没关系，或者是没有马上等也没有关系，对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们也下山啊，找个地方先吃饭呢、啊，再决定好了。我们是要吃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觉得比较安全嘛。最主要的话，因为这个雾气一来了哈，真的看不到我们，我会害怕。啊，他在忙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准备东西上车，没关系。
好好，我知道郭淑金老师，我知道，没问题哦。好，来，你拍我，我做一个结尾啊。这个，反正我已经做到三点就好，已经做两个小时。来，我来跟大家做个结尾了哈。哇，大家好，我们恭喜啦，我们有登记到呢田氏礼盒的朋友啊、哦，老师会帮你们服务啊、哦。护法你好。你1314呢？你就晚上八点钟哦。你现在要丢吗？现在可以吗？好，那你接下来丢我拍照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都老朋友了。这个有回答了。有。好，那你现在丢，好不好？富华，来，我等你。你丢1314给我，好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摩天轮，谢谢你的摩天轮哦，谢谢摩天轮是多少？是1314哦，1314是不是？哦，老师相信你了，我也弄不清楚多少哦，我待会关机才知道。谢谢你，那你这样有超过1500哦，可以多不要少哦，拜托，因为老师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有点害怕，哦，谢谢你。好，我在这边呢，跟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哇，好，你有多两 U 哦，谢谢你，谢谢护法。老师现在的位置呢，我是在我们的大雪山1200公尺呢，我的背面你们看一下，全部都是田氏园，然后这一边的话，其实网络根本没办法，我是用这里的 WiFi 哦，才可以办法跟各位做直播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下午1点做到3点，就2个小时。好、哦，那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呢，他是大雪山的田氏王子，叫做张书成。张成书。张成书，张成书，对。然后呢，他刚才呢就带着我呢去呢这个采田氏啊、哦，然后呢他越采越远哦，因为他说这个田氏哈、哦、要赶快去寻呐、啊。他、啊、如果没有踩不行，怕田氏坏掉哦，所以他很辛苦。那我也谢谢呢，我们呢张成书呢有提供哦，提供就是田氏礼盒，今天呢台币750，U 币只要1500就可以换一盒哦，因为这是好康爬爬照，一盒里面有15颗哦。恭喜富华，刚才有登记到了哦。我们只有在节目这2个小时当中呢，我们才做这个活动哦，因为我们这个田氏礼盒也很重的哦。那我知道这个，我要经常拜托他帮你们选大一点的哦，为服务大家哦。不过绝对都是哦，市场的半价不到啦，一定是大家物超所值哦。那你我们看一下，在山上这样雾气越来越大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现在是只有下午3点7分，这个雾一来哦。现在还比较好一点，刚才雾一来哦，根本呢太朦胧了，啊，老师呢赶快先下山啊，因为为了安全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对山路不熟哈，以测安全啊。那在这边再次谢谢这2个小时你们热情的收看好看爬爬照，这是老师做好看爬爬照最辛苦的一次，真的到大雪山海拔1200公尺啊。希望老师做节目的用心可以得到大多数观众朋友的支持。那你们喜爱汤炫老师的节目、哦、我们晚上8点钟汤炫教英语再见了、哦、好，那就谢谢各位，谢谢彭永成，谢谢你刚进来哦。汤炫老师要收播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晚上见了，谢谢，拜拜。